有没有人想要对到阿法马克的？我干掉过他一次，我可以干掉他的。哇！看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？耶耶耶耶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？耶耶耶耶。Chill， 有点像在彩排。对，没有那个。没有。门可罗雀，一路演到观众堂堂坐满。你的歌会不红，还怪老规矩的错。不仅了解市场，还更了解你的我。所谓的哈谢，让我来消灭你的货。十个 rapper， 十一个都在抄小 baby 的 flow。我觉得这个他的杀伤力很强。所以你觉得小卡比，对小卡比比较像比赛了。上一组我觉得他们有点像彩排。没有错，第一组出战呢，我们就派出我们阿法跟马克的法克组合。你们两位准备好要让他们杀的法克了吗 ？OK， 没问题的。确定哦？确定的。我说对面要是派出曾经打败过你的人的话，什么想法？我就是觉得美丽队哦，今天希望他们心情不美丽啦。如果你没那没关系，我是去呼吸树木的气度，盼点我的贪念，晚点的目的地，我保持不断飞过来。对你就是你，轻松做你自己，因为你就是你，给你一场 show low baby 就是你，请靠近我怀里，不多人运动，我当你私教去 AO4 AO2 怎么选择你玉树我都没有顾虑，或去 AO1 AO7 B 去健身喝不够停下 7-11 带你去 7 heaven for resurrection 忏悔原本只是来喝个 line， 最近发现不方便，让我想尽方便把你撞到第五象限。I'm not chill，有点像在彩排。对，没有那个。没有。他们的第一组是阿法跟马克，然后最后一组是曾永祥。你们要讨论要怎么跟他们打，因为我们的第三组是神经元，第六组是 Elan 跟 Rex， 他们应该已经选好要跟我们 PK 的人。有没有人想要对到阿法马克的？我。好，你第一个。就是你上次已经干掉过。我干掉过他一次，我可以干掉他的。哇！床头草，床尾和，一群墙头草都来看我的响尾蛇。我没有美国时间跟你聊一整天屁话，我要自在休闲，别再给我屁话。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，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，Yeah，Rich Copy 到底哪里来的家伙？根本不用哈手，闯江湖只用花手，随便来一段像是侃爷在唱 Gospel。哆瑞咪发嗦，不要啰里吧嗦。有钱的卡比也曾经经历破产，搬过不止七次家，像是玩将落伞。78个自称奇摩知识家的门可罗，却一路演到观众堂堂坐满。你的歌会不红，还怪老规矩的错。不仅了解市场，还更了解你的我。所谓的哈谢，让我来消灭你的货。十个 rapper， 十一个都在抄小 baby 的 flow。学人讲话的鹦鹉活得辛苦。这段 verse 是我对你最后叮嘱。我把音乐拉掉，为了让你听得清楚。你那不是够，却是镀了金的金属。你觉得嘞？我觉得这个他的杀伤力很强。所以你觉得小卡比？对，小卡比比较像比赛了。上一组我觉得他们有点像彩排。Stand up straight, look alive. 评审 ，let us know what it is. 恭喜你！你现在拿到一分，你有淘汰人的权利，但目前我们就只有两个选手给你淘汰，你会想淘汰谁？我应该会淘汰阿法啦，他继续活在这个比赛，就是我就一定继续选他。好厉害，还有默契，而且还有好有默契。
好像 感觉像一个组合的，他们不是组合对吧？他们不是组合，不是凑在一起的。对，好像一个组合的感觉。精彩，精彩，不错啊，不错。把分数带回来 ，Let's go！ 掌声欢迎。超棒的情书 ，Baby，I stay home for you。最后音是对的吗？是走音的，走音。他们只要一唱就完蛋，他们 rap 一好好的，然后表演都很好看。哇，对他们一唱就完蛋了。上一组的声音没有走吧？上一组是用 Auto Tune 呢、啊，他怎样走都会救回来，所以他们很狡猾。